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大坑的情人桥，然后这边是完美的拍照地点。然后它的桥非常有特色，是它是钢梁的结构，而且是粉红色的，所以非常多人都会来这边拍 IG 照。然后这边也就是蛮特别，是它是玻璃的镜面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下面铺子会不知道是哪一条溪的状态，然后也蛮美的。然后刚好后面是黄花风铃木的部分，然后所以来这边拍照也非常适合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有喜欢拍照的人，记得要到这边然后拍拍照，会拍出非常意想不到的照片哦。好的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追踪 CD Story， 然后会带给大家更多新玩点给大家。拜拜。